我们有一个老菩萨，他是紫竹林精舍办研读班的班长，真的叫班长啊，永远的班长。他清楚到什么程度？我说真的，我们很多学佛的居士，他们清楚到实在很可贵。人家儿女就跟他说：“那个，哎，他因为现在呢，一直就是肺炎，再加上糖尿病很重，啊，已经将近100了。那医生就说，这样不洗不可以的，没有洗肾的话，他会很苦很苦，而且哦，全身重得不得了。他就说，那如果一定要洗，先讲好，他不气切。第二个，他不要任何的管子呢插到他的鼻孔，插到胃里面去。可是呢，他现在还是在开始在洗肾了。那他就说呢，他就全部都表达，用自己来表达。他就说呢，我要清清楚楚的走，阿弥陀佛在等我。我说，你的阿弥陀佛是什么个样子？他就说，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？阿弥陀佛听到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在那里。哎，老人家是这么说的。所以他儿子啊，那个儿子啊，孙子啊，那个通通就回来啊，在那里等着他。等着什么？等着你怎么还不断气啊？还是等着你要不要切了？还是等着要什么呢？但是回过头来是，他还是很清楚，都自己表达。只有一个情况是什么？他就说，我只有一个原则，那你们都欢欢喜喜在旁边坐就好，那我要走的时候我不要插进去的。问题是没有人要帮他插进去的，而问题是身体又越来越不能用，越来越不能用。可是可以怎么办？他就说，那个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在那里，在我心中。可是身体本身就是不能用，就是越来越难处理。所以这个在说明一个叫我们不想走还是要走，这叫没有自主性。但是他的自主在哪个地方，在自己很清楚，自主很清楚，这就是叫做有修行，已经很好了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他会跟儿女说，你们不要哭，你们不要哭，我最好是睡着了就走的。可是问题是身体就一天比一天，一天比一天就越来越不好用，因为这个器官就是会坏掉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人生死不可得。那不可得本意是什么意思？它就是不可得，那没有本，它还是要过去。但是呢，它的那个表达，这个是它里面那个力还在，能还在，它在哪里？就在这样的呼吸、表达、可以说话，而且他每个站在他前面的人，他都清清楚楚。那第二句，无本者当不复生，就是还是要过去的。见有本者当过去，有本当然过去啊，那无本的呢？无本的还是过去，还是要过去。这些过去是什么？这个是世间的物质，应该要留给世间，他就要走上他的下一步。那解脱的是什么？啊，什么叫解脱？身体不好的，这个时候他可以把它分开，他的精神，这个不叫做灵魂，不叫灵魂，而是他的那个滚动的那个力，
还在。所以我们修行在修的是什么？就是说你那个叫做还未滚动的力量的力，那个不叫做灵魂。因为呢，灵魂好像是一个叫完整的东西，一个固定的东西，它不是。所以下面还有一段，叫人的轮回会受到其他生物的注意吗？帮助吗？那王又问那先生说，人生死您有从旁注意者否？有别人可以帮忙他吗？那先回答的是什么？世间人或者奇形的蠕动之类，奇形蠕动呢，就是或者其他动物啊，或者其他的那个人呢，他们可不可以从旁来帮助他？来帮助他？那其实他要问的是，人生死您有从旁帮助的吗？可是那先重复的他的话，人世间人及奇形蠕动之类，您有从旁争议的吗？那回过头来是什么？当大家在助念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帮助他？这个叫做那个时候大家的气氛跟可以让他身心安稳，不见得别人就帮他念佛。那如果帮他念佛，我们现在就帮他念佛就好了。那他的思想在哪里？他自己往前走的那个力量在哪里？这个是有支持协助跟帮助的，那他要不要往那个路走？这要产生相应法的，产生相应法，有时候也会产生干扰，也是会产生干扰。所以人生死有没有本？人生死有没有本？啊，不就把它拉到那边就好了吗？不是的，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可以的，什么是不可以的，还是要从头来。但是呢，他有他人来投胎以后的他的个人的习气、习行跟引导的方向，这个要很清楚。所以呢，我记得呢，我很喜欢的那个纪伯伦，他说：“儿子，我可以生他的身体，我没有办法生他的思想。他跟我住在同个房子里面，他的身体在这里，但是呢，他的眼睛呢看着前方，他的思想想着前方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教他的是我之前的生命经验告诉他，可是呢，他后面还要再成长，这个永远是他自己本身必须奋斗的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人都是一样，我现在讲给你们听，你们听了听得懂啊，你就可以作为参考。你们还有你们承受的不同的感觉，你们还有你们的生活方式，你们还要往前跨，本来就是如此。所以要听得懂，同时呢，也要知道这些在说一个什么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股力量在往生命的前面在冲的。所以轮回是什么？很多常常是什么？就是旧有的模式在滚动，有的呢就在加进了新的东西。但是要怎么样才可以叫出轮回？你就发现好像依然是这样在走，那你可以归纳出的一个理则，生命的理则，
那李哲是懂了，可是问题你要怎么做？这叫事项、事行。只要讲李哲还是不够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。所以呢，他说：“世间人及奇形动物之类，您有从旁正义吗？”人就看着那个鸟在飞，他就想说：“我也可以飞更好。”所以就从他们的那飞的原理找下来。可是找下来，人就制造飞机做什么？但是飞机跟鸟的飞的原理相同，可是还要再改变、再改善。这就是呢，叫做科技。同时呢，也呢可以吸引了很多的人，因为人会思考，人会归纳出这些理则。那这些叫做什么？这里面有没有本呢？这里面有没有本？人还是在往前推的，人类的历史在往前推，每个人都在进步中。所以这些都是什么？就后面就会有很多的例子。树木生以栽为本，五谷生以谷为本，天下万物皆各以其类为本生。人从六情恩爱为本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人除了这些理则以外，这些知识以外，人还有叫做情的世界，还有意志的世界。有的人呢，像他的知识够，可是他的那个叫毅力不够。有的人呢，事实上他的知识够，他的毅力够，问题他的叫做情感世界是混乱的。所以意思也就是，人不是只有知识，还有情感，还有意志，这三个是三个领域不一样的，每个人都一样。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些叫有的人这边好那边不行，有的那边行这边不好。所以有的人叫什么情感情绪，还有呢感觉世界很混乱的，还是有，不是他的那个叫知识不够，或者是叫做啊父母亲的同样的孩子双胞胎，可是有时候呢成就不一样，成就不一样。还有一个是这个叫人有知识的知，学各种的能力，可是呢有时候他情绪干扰，有时候是他什么都懂，但是很快很聪明，结果他意志力不够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树木之能够生生不息，这叫都没有停下来。生以栽为本，他就是呢要栽种，那是下种子。那五谷呢也是呢叫做下种子，但是万物呢都有它的叫做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这个是叫做根本就不用考虑的。但是呢长出来这一棵树那一棵树不一样，这个谷子跟那个谷子不一样。那人从还有六情恩爱呢，六情恩爱有时候说真的，他就是为了要追一个女朋友，结果他什么都可以放下。以前我还读那个叫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个英国的那个皇帝，我想说也是很奇怪哦，不爱江山爱美人啊，结果还娶了一个叫做他的那个太太，结果是什么？就是还是跟他先生离婚，然后再来跟他在一起。所以这些叫个人的选择不一样，选择不一样，成就不一样，而且价值也就不一样。所以这里呢，在说的是什么？以前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公公，那呢他是一家之主，他就跟他的媳妇说他要出远门，结果呢就包了三包的谷子卖种子交给
三个，就跟他讲说你好好的照顾，三年后我回来，那回来以后呢，看你们的经营怎么样，我再把这串钥匙交给你，将来就离这个家。结果呢，哎，大媳妇接过来又说，一包谷那个卖的那个种子，这叫做什么？啊，还没有脱壳，他就去把它脱一脱，煮一煮了，啊，就是健身，啊，吃在肚子里面，省事多了，三年后再说嘛。啊，结果老二呢，他就拿了以后，他说好，应该要珍惜，要珍贵，好好的把它保存起来，就保存起来，就放在，哎，仓库里面，好好的锁上去，三年后再拿出来，让他知道我这么好好的、慎重的照顾这个东西。可是呢，另外还有一个媳妇，哦，奇怪，你怎么包这包给我？那看起来这个都还是很好，他就说那应该是可以当种子的，他就去把它泡水去种，泡水去种，那种了以后呢，当然是要泡水去种，要适合气候，要适合土壤，还有水分也要到多许一点，还有施什么肥，什么时候该除草，什么时候该给农肥料。结果呢，他后来他就收成了，他收成当然经过时间了，收成以后，如果叫做那一包一颗下去出来的一颗叫麦穗，不会只有二十颗，所以如果二十颗的话就是二十倍，如果三十颗当然就三十倍四十倍。结果呢，他一季下来就收了叫乘以二十，那一包的二十倍。后来他想想这样也很好，他明年又把开始又下种了，又再乘个二十乘二十，那就更多了。可是后面的麦子不等于前面那一颗麦子，前面的麦子一定叫做完全的变化过，完全的变化过，那是二十倍还是三十倍不一定的，而且他要学更多的东西。结果呢，后来三年了，他公公就回来，一个就是说已经放在这里可以帮助我身体健康啊，另外一个呢说我拿出来，你看我保管得很好。第三个说，把仓库打开说，你看这个就是三年来那一包麦子在转生出来的，可是前面的麦子跟后面麦子不一样的麦子，可是以我们来看应该都相同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不一样的那个叫做，哎，观念，不一样的价值，不一样的成就，而且事实上是什么？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。生命本来就是如此，本来就是如此。那如果说，那一定要种长了很多麦子的这个行业才好，还是呢？哎，把它吃下肚子，那然后再想办法去弄，那也可以叫不同的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佛法说，每个人有自己的重点，有个人的叫情感，跟叫做你的关注点，本来就不一样。